哎呦，各位看看，这样的情形在道路上其实是常常有的。当碰到这种状况时，您应该如何处理呢？您看这两个凶神恶煞的，尤其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，这个时候只要在科尔后视镜前后双镜整合器轻轻按一下，立即一键锁档，保留关键证据，接下来就交给警察先生喽。常常会遇到这种困扰，由于天气热或者吸盘本身设计不良，开到一半就掉下来，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您必须弯下腰把行车记录给捡起来，运气好的话没事，运气不好，您看看又要被海 K 一顿啦。人在车上的时候会有事，人不在车上的时候一样也会有事。您的爱车必须面对人家不小心的碰撞，这时候机身是立刻启动，完整清楚的把对方的车牌给录下来。哦，这又是一位小屁孩，边骑车边玩手机，结果撞上了吧？没关系，停车监控及时启动，把整个过程完整录影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倒车是件麻烦的事，有的时候还会造成意外伤亡。您看看这位，尤其是某些车身比较高的，像休旅车等等，后窗玻璃以下是完全看不到的。倒车显影这项功能对于不只是新手，连开车老手也是很方便的一项辅助工具。您看看这个方格子，只要跟它对好了，就跟打电动玩具一样的轻松啊。路上恶霸逼车，逼得你心烦意乱，我们可以利用后镜头摄影功能把证据保留起来。目前的逼车条款要开罚6000到24000元，而且还要吊照3个月。所以下次当您在被逼车时，不用生气，因为对方即将要倒大霉啦。